惠妹高雄演唱会最后一场，没有想到才唱到第二首歌，阿妹就哽咽，表示自己没声音了。原来阿妹已经喉咙发炎三天，但是看着台下粉丝的热情加油，还是坚持唱完全场。由于那个这几天就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其实是很煎熬，就是怎么会这样？想说给你们每一场都是完美的。我希望你们听到的都是完美的100分的，就很尽兴的那种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有尽兴吗？可是我今天不完美。对于演出不完美，阿妹耿耿于怀，还向粉丝喊话，想要找一天从头再唱一次。阿妹不断地向歌迷道歉，台下的加油声此起彼落。虽然说声音有点状况，但是阿妹除了撑完全场，还加码 encore 20分钟，认真敬业的态度也让全场歌迷感动不已。